啊，所以我们讲到汤恩比说化解这个世界问题、这个社会问题，用什么呢？孔孟仁义，用这仁义的道理，用中术的方法，啊，那就是说，东西方今天遭这么大的灾难，都是因为把圣贤教育做活。 东方，我们中国传统东西丢掉了，在外国把宗教教育丢掉了啊，所以造这个大灾难啊！人没有受过圣贤教育，做什么样的坏事都得原谅他，不要再追究了啊！所以用“恕”，啊，“树就是饶恕他。 造再重大的罪业都不要追究了，啊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啊，无论做什么坏事，不再提了。用这个方法，大家心才安，社会才能安定。啊，不要让那些造作不善的人心里恐慌，这样不好。啊，要社会安定，大家好好一起来学习传统教育，这样就好。 传统教育如果能够学上半年，你的信心就恢复了。啊，这我们在唐朝做的事业，能够做到一年，你完全就改变了。啊，一年之后，你学过一年之后，你再做犯法的事情，可以用法律来制裁你。啊，现在你做犯法者，为什么不制裁你没教，没教过你，没有教你，你犯法。 这个处罚你的时候，这是不义啊,啊！在中国古圣先贤行不呢，那是不义、啊。你没教他，他犯过失，你怎么可以处罚他？啊，教了以后他犯法，处罚了真可以。啊，这是今天在整个世界的时候都要用中恕啊，就他们的事都没错啊。 啊，以仁义的理念，以中恕的方法，啊，大臣是以真诚的基础，用慈悲的方法，啊，要原谅他。